现在很多琴友都跟风购买这种带有家政拾音器的吉他，最后就是买了一个寂寞，买了一个鸡肋。今天重点来说一下这个 delay 这个延迟功能，指弹、solo、分解、扫弦都是可以加延迟效果的。因为篇幅有限，我们今天呢就拿出其中一个点来把它放大讲解，借着一首梁咏琪的老歌《凹凸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在这种以分解和弦为主要伴奏的歌曲当中，如何使用 delay 功能让你的伴奏锦上添花。这首歌所需要的反射是比较长的，所以我选择把这个延迟的旋钮呢开到头，先听一下不开 delay 的效果。再给大家听一下打开 delay 之后的效果。那么在这首歌的主歌部分，我都是用的这种指音式的分解，让 delay 的效果音和我的真声交替出现，给听众营造一种飘忽不定非常迷离的感觉，跟歌曲表达的情境也是非常一致的。到了副歌部分，我就是完全放开的分解，没有切音了，这样能够形成一个更加丰满的和声效果。接下来给大家来一段完整的示范。那今天的嗓子啊有点哑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你说你好孤独，日子过得很辛苦，早就忘了如何寻找幸福，太多的包袱显得更加无助，在没有音乐的时候很想一个人跳舞，跟不上你的脚步，干脆就说迷了路，干脆就继续麻木，对你有没有帮助，可以笑也可以哭，不一定要别人保护，不要让现实残酷把你赶上绝路。